是俩孩他妈，来吧，一起进入什么呀？老婆，我以后会改的，以后会照顾家庭，照顾孩子，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但我，你之前对我之前的态度有多好，现在呢，然后你对我的态度有多差，你自己，我想考虑考虑。厉害。我以后多照顾照顾，分担分担家务，还会给你做一辈子饭，希望你能相信我。那就是看你的表现了。我一定会改的。好，请亮灯啊，回去吧，谢谢两位啊。